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。有谁是第一次来听我演唱会的？哇塞，新朋友们你们好，看台有第一次看我演唱会的吗？所以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的点歌的歌单相对来说都比较冷门，很有可能你没有听过，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是某个人心中他的宝藏歌单，对不对？全场倒数五个数字，然后我们的摄像老师捕捉到谁，谁就来帮我们点出杭州场第二站的歌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你们最好了。来，五停。对，你在哪里？您在哪儿？在这里。哦，这里。您好，先生，您好。您好，你嗓子比我还亮哎！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？天哪！应该怎么称呼您？我姓童。童，童女士你好。你好，先生你好。我太幸运了。谢谢。您是什么时候听我唱歌的呀？我有第六年了。啊，第六年了。哦，那很长时间了，我才出道十年。那可否问一下您的，就是啊，不方便。谢谢您。没事。我70年的。70年的。我对我的冒昧表示道歉。不会，我觉得特别棒，我觉得好幸福。那您是怎么听到我唱歌的呀？我是在那个奔跑你的节目，你看听到你唱大鱼。哦，你在跑男里面听到我唱大鱼的。对。哦，有没有？哇，天哪，今天这么幸运。不会。那您对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大鱼还有其他歌吗？感觉这个考题是不是有点难？哎呦，现在一首。每一首。情商真高，但是点歌是我们童女士的。那您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您听过的歌，还是说您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呢？一缕执念。哦，您虽然就先生，哎，我还想跟你说，我孙子都喜欢听你唱歌。您孙子方便透露年龄？今天是我儿子送我过来，因为抢不到票嘛。哦，那儿子在哪里？回去了呀，送我到就回去了，抢不到票。那等一下，您是自己回去，您自己来的？他送我到。哦，我没自己是一个人到现场的是吧？对。哦，谢谢您，您是我，所以就是那您儿子喜欢听我唱歌吗？也喜欢。哦。然后我孙子听到你的歌声就很安。在那里听别的事情的不能够让他这么安静，谢谢。你的歌就非常安静的听，谢谢。那也就说您家三代人都喜欢听我唱歌？对。那还真是，您的孙子是从小听我唱歌长大的。真的是。谢谢您。我非常非常意外，因为您点的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。对，第一张专辑一缕执念，特别感谢。谢谢先生。不会，我感觉遇到先生以后，自己都一路开花了。不会，我觉得是开花了。我遇到了你们，我才发现我的生活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开心。所以跟大家见面，一定是我的一缕执念。谢谢您，谢谢先生。哇，您的精气神太好了，我希望能够像您这样学习。谢谢童女士，谢谢。谢谢先生。然后这首《一缕执念》，你们想听吗？你们绝对是我的一缕执念。
非常感谢你们的存在，让我觉得世界真的太美好了。谢谢你们。